我最喜欢的早餐，蚂蚱，又中了。尤其金针菇，好多菜哦，青江菜或小白菜，或是千万不要给我莴苣。回台湾第四天，终于吃到了鸡排。对不起。糯米粥，哦，太好吃了！
chicken and veggies. Hi. Veggies. 你都不讲话。Hi. 第二喜欢的早餐：葱油饼加番茄酱。妈妈是午餐，鲑鱼、鳕鱼，非常多绿色青菜，太开心了。这是我的最爱剑笋汤，回台湾第一个统一布丁。姚乃文，我们以前中午都吃这个。Hi Sarah, we're eating your traditional food. I don't know in Korean.来南部就要吃面线。现在是早上10点，我们是第一个顾客。一大早来吃芒果冰，还有香槟葡萄冰淇淋。好。